新型冠状病毒会人感染人，且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。本集将和大家分享在公共场所怎样预防感染。一、避免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与农场牲畜或野生动物接触。二、保持工作场所内不断的通风换气，在人多的公共场所可佩戴口罩和眼镜，减少接触病原风险。三、咳嗽打喷嚏时，用纸巾、或袖、或曲肘将鼻完全遮住，将用过的纸巾立刻扔进封闭式垃圾箱内。咳嗽打喷嚏后，用肥皂和清水或含酒精洗手液、含酒精的湿纸巾及时清洁双手。四、外出回家后及时洗手，如有发热和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，特别是持续发热不退，及时到医院就诊。五、传染病流行季节应尽量避免各类聚会。虽然病毒来势汹汹，但只要科学预防，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